对方这里是首发选择了八神啊，对方有个夏阿米，有个颜典娜，这里的话有安迪卢卡尔，不好打这个币啊。好，继续用清泉做一个牵制，双方有一期对两期，现在切换到了一个真期状态，以压制清腿清泉清泉清泉，下村清泉两段前臂之后加一个移动指令头抓头杀，那后面可以再取消啊，没有结束，继续抓一个推大地十二连小升龙，哇这是头气压车之后完了，气压车又跪了，对方满资源了，大家晚上欢迎大家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捧场，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给大家带来是拳皇九 PASC 的中华对抗赛，比分现在只剩一分的差距了，我的天哪，好接八只女，关键这招打完之后还可以追加，这个就有点被动了啊，你看这血量太狠了，好想抓零头，想抓一个百合折的，安迪也是有两种模式的，朋友们，好一个地头一脚踹死，对方这满血的雅典娜，他这点血量我靠，好的双生龙没毛病，这个大哥这不对呀、啊、你这个啊哈哎哎哎闹呢，都打得这么欢吗，好的、好又是一波相杀呢，下面下中拳对空中短击则往这边摔起来，哎呀太喜欢跳也不是好事，我去大海味道又来了，欢迎找一个自在地啊，欢迎王先生啊，